朋友们，这节课咱们来学习火字旁的写法。下面我再写一下火字旁。火字旁，火字旁的这一点啊，差不多是在这撇的中间的位置。这一条短撇呢，和这个地点的关系是这样的啊，一定要高出来这一条。小点，这些点的位置不要写平了啊。之后这一点点在这一撇中间靠下的位置，我再写一遍。下面我再写几个带有火字旁的字。灯，电灯的灯啊，灯泡的灯。炮啊，炮仗。烽啊，烽火的烽。烦恼的烦啊，等等啊，在火字旁的字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今天。火字旁的写法就讲到这里啊，咱们下节课再见。